大家有没有这种困扰呢？打开的香烤海苔没有吃完却已经受潮了。今天要教大家的一道料理是可以让已经受潮的香烤海苔重新呈现一道美味的新料理。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料理是饭与海苔的料理，炸海苔饭卷。需要的食材有饭、鲔鱼罐头、洋葱丁、葱末、胡萝卜细末、海苔。调味料有美乃滋与酥炸粉。首先将酥炸粉用水调匀，再将胡萝卜细末、葱末、洋葱丁用热水稍微穿烫，与饭、鲔鱼罐头、美乃滋拌在一起。将爱多美大片装的香烤海苔裁剪为二分之一大小，取两汤匙饭料包至其中，封口处再用粉浆粘着。接着起油锅，将油加热，放入一滴小粉浆，若浮至油面，代表油已经热了。我们所需要的食材本身已经是熟食，所以下油锅只是为了将粉浆炸至金黄色即可起锅，即完成一道美味的炸海苔饭卷。油炸的食物往往会造成肠胃的负担，这时候来一包爱多美的益生菌，帮助消化，促进肠胃蠕动。